大家好，我是大雷，看媳妇儿多好，嘿嘿，冷了给我系上衣服，风多凉啊。啊，这今天我们准备买点东西去上庞宇的姥爷家去，这不马上过年了吗，去瞅瞅串串门，现在准备找一家水果店，这个呗，就他家呗。啊，他家没有啤酒啥的。有能没有吗？有，在屋里了，那不能没有吗？这么大超市。有人帮我垫一下。嗯，慢点。看看，选选东西。蓝蛋石有啊。有，那能没有吗？有那还行啊。他家多大超市呢？这，是吧？拿箱水果、啊、给咱姥爷买。是没说，在我爸家边上。低脂高钙，这个行。嗯，这给姥爷喝呗。嗯。行，给我，给我。然后再拿一箱那个蓝带啤酒，一共八样，一家四样。行。这好吃、啊、哦，这个春见的爆汁虫，爆汁宝宝，这多少钱一箱？80，这也不便宜哈、啊，但是很好吃，好吃，好吃，10斤的，这个我都愿意吃。那、拿一箱吧，两箱呗，拿一跟老姨家一样的哈。对呀、啊，行，来两箱吧。嗯，那就一下两箱吧。你让他捧就行。我来这是。嗯，他就给算了。嗯，他认识他是吗？对，你俩那回来买东西不也开着吗？啊，对对对，妈。你之前看着了啊？你是自己刷着的还是别人告诉你的？自己刷着的，我刷着过你。哦，那、还挺巧的。这老板娘看过我视频也。这个行哈。因为那车是我落的。啊、你看这两盒就行哈。对。嗯。草莓、橙子、奶奶、啤酒。嗯，整上车。我帮你呗。嗯，挺多的好像。哎呀妈，真有劲儿啊！这姐这体力可以啊。谢谢哈，这大姐多好。好嘞。今天是小年儿，在这里大雷祝大家新年快乐。小年快乐。啊，小年快乐。然后，现在我们从县城，去镇里姥爷家。的路上，现在。的路上。叫。你这干喊，我刚才看是。盖上。嗯。要不明天早上打不着火。冻太冷了哈。嗯。正好老舅有点东西，你直接帮拿去呗。行。买点。咋一宿不盖它就打不着火啊？太冷了，今晚上30多度。哦，降温了。降温了。咱往车停哪呀？停前面。我老姨是不是也在这呢？就。我拎这两个。那个这四箱吧，行吧。给我老爷也拿了四个，拿上去让他一会儿拎回家呗哈。嗯，老姨，嗯，大可可，大可可，哎，不吱声就瞅我，你哪那么老些呢？老爷喝酒啊，来放不放凉？放凉。老姨，有你那四箱，一会儿你拿回去吧。咋的？你馋了？你是不是有点馋了？啊？哎呀，搁哪跑？这老好玩了。看一看，瞅一瞅。老姨，你说你体格挺好的呢，还没有我姥爷没啥事儿，你还那啥？不是，你就说你姥爷没啥事儿，你看你奶，还有那个谁，那个就是那些都是60来岁的、70来岁都没事儿。嗯，都挺过来了，反正。我也不知道我咋回事，我头两天挺好的，头两天就是头七八天的时候吧，挺好。哎，等到有一天早上，就突然间我就想洗洗头哈，突然间完了就开始上不来气儿了。嗯、啊，就可明显了，一下上不来气儿，啥嘛憋的呀，脸都变色。那是不是洗头洗的呀？没有，我没洗头，我想洗头来着，我就去洗脸。他这个病很容易。你想想没想我？你肯定是之前想没想？病小病拐得出来了。嗯，大呵呵。还差一个菜就好了。是没错，这个快凉。丰盛的小菜。哦，带劲。我坐这儿行不行？我先站后面。行。你就是被夹着吧。行，没问题。这人没全，全每年都两桌。我也不喝，是吧？大人一桌，小孩一桌啊。啊、哦，对、嗯，六是人丁兴旺啊。来，还有大姨没回来。啊、嗯。大姨姐没回来。然后咱爸也没来呢。对。一来就两桌。嗯。小年快乐。啊、小年快乐，大喝喝来，几杯？他喝的这个。喝喝喝，几杯？喝四杯了。哎、你看他样，不好意思啊、好玩。嗯，吃完饭了，现在我俩准备
回丈母娘那儿。回家。啊，老近了，也就几分钟，用不上，两分钟。后面楼。嗯，楼跟楼。到了，我爸也过来了，开的大车。那那车是咱家的哈。嗯，先过了。停在道边停下了。有呢呀，你们这么快 啊？吃的早点。去的时候快。你们上那边喝，我和你爸在这儿喝。我喝酒还喝饮料，他开车。嗯，行。我昨天天天忙，你说家里有太、有老太太忙啥的，开车也停不下。这好容易逮机会了，我说这今天有时间，说啥给你爸给整下来了。你爸说不行，我着急回去。我说不行。我爸他愿意回家，我不愿意了。哎呀，那你们不分哪呀？不是咋？你看我给他送货这几年，上下这晌午再饿，我一点多钟我也不吃东西，自己就往家跑。回家吃啊？就不愿意在外面。这性格问题。你这本身都自己家人，也不用见外，你就上来你不喝酒，你吃口饭。你说是不见？咱说这意思，你像咱说在这晌午上饭店哪吃碗面啥的，那都不吃。很少在外面就直接回家，有时候我就告诉他，我说你要饿你就在路上买点啥吧。关键咱就回家吧，他要是干完活了回家也近的。对，回家就特别远，半个多小时。是，有时候就饿大劲儿，要是想饿了，我就从哪上面买袋干粮，或一个肠，这个或一瓶奶就那么吃。沙发换罩了，你都不上，洗了。昨晚还准他来洗。啊，我看变样了吗？